长风道播出以嚟，大受好评啊！老细话要再做劲啲宣传啦。佢礼手先有张图俾我，跟住佢话：喂，张图咁寡，用 AI 执执佢啦，加啲美食元素啦，揿个掣就有啦。OK， Sir， 咁就加啲美食元素啦。AI 靠晒你啦，转！哇，揿个掣就有啦，真系有美食元素喎，成个冻甩走咗出嚟，即刻 send 俾老细睇先。冻乜嘢甩啊？古装片嚟噶，中国美食元素啊！冇问题，做俾你。AI 系你出手嘅时候啦，中国美食元素，哇，真系揿个掣就有啦，得一碟咁少，我要再多啲 AI， 多中国食物啦，靠你 AI， 揿个掣就有两碟，搞错啊！我要很多中国食物啦喂，哇，揿个掣就有啊，好很多中国食物啦喂，即刻 send 俾老细睇先。两个主角揸住啲乜嘢啊？可唔可以揸翻啲点心啊？老板，没问题，手拿中国点心。AI， 我靠你啊！点啊？要点心就有点心，要蒸笼就有蒸笼，以后一定点啊！得咩？你觉得真系得？咁样你都觉得得？你识唔识用 AI 噶？老细啊，冇晒 quota 啦，遮唔到啦，你不如放我金先啦。